嗨，你好，我是马明泽，而这是绘画吧。你可以在上面预设 ESP 图形、数字、文字、普通白等等任何你想要的图案，但观众看不到你预设的图形，他们看到的只是一个画吧。你看我这儿有支笔，有个画板，你可以在这儿画一个小的正方形，可以吗？你仍然可以让观众在上面画出其他的图案。好，非常好。接下来我希望你再把这条线画的稍微长一点，这条横线啊。然后现在把这条线稍微画长一点，这条横线。对。所以你看起来它像个什么东西啊？有没有像一个魔术帽？这样，这是你的画作，所以我想给你拍个照。当拿出手机打开相机拍照，你预设的图案就会一起出现在照片里。你有手机吗？记一下你的手机吗？好，三、二、一。好，非常好 ，OK， 照好了，你的手机可以先收下了。对，三、二、一，好，非常好 ，OK， 好。然后这个照片我们可以先拿着吧，然后这个我先收起了。除此之外呢，我这儿有一排，我需要你从里边选一张，我需要你随便选一张。这张是吗？好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它是张什么牌。嗯，一张梅花的八，对吧？梅花的，好，草花的 K， 对吧？对。还记得刚才拍了一张照片吗？啊，记得。画了魔术帽对吧？啊。打开那张照片看一下，还记得我刚才给你拍了张照片吗？你画了一个魔术帽对吗？打开那张照片看一下。哇塞！哇，好厉害啊！怎么做到的？利用它，你可以完成很多属于你自己的魔术表演。在表演的过程当中，完全可以借观众的手机，不需要对手机有任何提前的设定，不需要特殊的手机软件，你需要的只是